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Zoe，我出生在中国广州，我移民到加拿大已经25年了，我是经营微调生意的。首先，我要感谢美泰公司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，同时我更要感谢金总裁 Amy 和 Davis 两位老师，在我经营美泰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一直的陪伴着我，支持我。鼓励我和帮助我。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为什么要选择美泰？首先呢，美泰产品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我，因为美泰产品真实和有效，令到我所介绍的朋友和客户复用产品后，返回来的信息都是正面的。从而驱动我不断的去分享，要更多有需要的人因着糖科技而受益。由于我是用爱心和真诚去与人分享的，所以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，我是没有感到有压力，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salesman。而且呢，借用美泰的平台。我每个月还能帮助许多营养不良的孩子，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另外，我作为一名传统生意的经营者，在分享美泰产品的过程，发现经营美泰事业与经营传统生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经营传统生意是由老板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事情。老板要负责租金、人工、货源等等。For example，我最近参加了一个 trade show，我需要在不同的城市招聘不同的员工过来参与，我要负责他们的机票、酒店、租车等等。另外，我还要一个人去负责 trade show 场地的租金和 set up。而且我还在没有任何利润的前提下，我要先投资，而美泰生意就不一样了，零风险，零投资，团队合作，互相借力，资源共享，特别是通过参与系统的学习，聆听系统的 CD，让我对美泰生意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它不仅可以创造主动收入，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团队为你带来被动收入。尤其是经过这大半年的实产，让我深深体会到，经营美泰不仅可以让我拥有健康和事业，也让我得到友谊和爱。所以，美泰这份事业是用爱去建立起来的。只要你时刻都带着一份爱心、一份关怀，关怀去与人分享美泰的糖科技，我相信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团队合作，我是可以成为一名自由企业家。此外，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是，美泰公司每年都有奖励旅游。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够参加明年的奖励旅游，希望我们明年在荷花屿见面。大健康是未来的一种趋势，现代人对保健与养生的意识越来越强的，独一无二的糖科技产品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的需要，所以我坚信美泰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聆听。